转转转转到哪个吃哪个，现在开始咯。哇，是一个小鸟杯。我们再来一次。哇，是一个小铲子。我们再来一次。哇，是一个泡泡糖。今天吃点啥好呢？哎，乔治，你怎么在上面呀？姐姐，我被大鳄鱼弄上面了，快点救我姐姐。那我怎么救你啊？姐姐，红色的表情包就能救我。好的，给你一个，下来吧。姐姐必须999个才能救我。什么？必须999个？999个我没有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有吗？你们有999个蓝色的表情包吗？姐姐，这个是什么呀？里边都有什么呀？戴上去好好看呀。有一个贴画，还有一包糖，然后这个。姐姐，我要那个贴画，我想贴那个贴画，行不行？姐姐，我还想吃这个糖。你要贴这个呀？行，等一会儿，我先把糖吃了，一会儿给你贴。姐姐，快给我尝一下，我也想吃这个糖，看上去好好吃呀，我也想吃，姐姐啊，给我留一口好不好，姐姐，好不好吗，姐姐？再来吃一个猫爪。姐姐，你怎么不让我吃一口呀？别急，乔治，让姐姐想想办法啊，想想怎么救你啊。姐姐，要不你先让我吃一个糖果吧，我好饿呀。吃完再想办法也可以啊。你们能救乔治吗？好了，姐姐把你救下来了。你要贴这个贴画，姐姐帮你贴上。好了，漂亮吗？啊，拜拜了。今天我们来转转转，转到哪个吃哪个，开始咯。追追弹弹。我们再来一次。我们再转一次。Hello， 今天我们来制作个糖果，妈妈自己倒出来。
今天来吃这个卡通戒指糖，这个是什么？大象。